哎呀妈，这大波龙这不套上了吗？来吧，兄弟们，就这玩意儿，你说迷糊不迷糊就完了。你看看后头，给我拍他们，还没吃饱的，他就收摊了呀。快！该说不说，兄弟们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！人家5:30开山，7:00了，咱们现在晚餐多少钱？18一位。我也要。哎呀，来，我个大网红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大哥客气了。哎呀，我天天看你的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已经来晚了啊，赶紧看咱就有没有主攻方向。走。哎，想啥来啥，大海胆，你这不掏着了吗？该说的不是，南昌人民确实热情啊，我的妈，您这是要干啥？赶紧撂，赶紧撂，那么整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快撂撂撂撂撂，看那啥，哎，弟妈，这大波龙，这不掏上了吗？该说不说，都得会吃啊，螃蟹一个没人拿，龙虾全干光了，这是啥呀？黄石鱼，没见过的一律不吃，因为不确定它贵不贵。哎。看啥啊，兄弟们，是不是套上了？清汤，哥，松叶蟹，阿根廷红虾，真板正啊！这家伙上回搁上海吃个琵琶虾全靠抢，我一查这玩意儿还不便宜，你知道吗？帝王蟹，该说不说，这玩意儿捕获倒挺快啊。嗯，捡人呢哈！那边排啥呢？那么多人，哥过去看看。哥，我说这老先生排队的，你看那啥？哎呦，我全是大龙虾，咸脂蟹来点无糖的啊！你看看后头，给我拍他们！感谢感谢感谢，大家散了吧。待会儿做丢了，赶紧吃啊！来来来来，开溜开溜开溜！我的妈，波龙波龙波龙！帝王蟹泡泡嘴，抓紧时间录啊！今儿时间已经十分不够了，今天血亏。不下不下，看这大波龙得劲不？给咱索拉大队兄弟先来一口啊！嗯，这肉真的特别棒，你看到了吗？琵琶虾搞里头，好好捞一波琵琶虾。好的，谢谢啊，比流水是吃得住。得劲不得劲？我说这个才叫真正的蟹棒，爽啊！要一波一波接一波，波波清汤。哈哈帝王蟹比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帝王蟹好吃。帝王蟹它的肉比波龙筋道啊，最关键是它香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大虾，才这么点肉，得劲得劲得劲，真买上琵琶虾，帝王蟹，走你。我最喜欢吃这个核桃包的，来两个鸡翅。帝王蟹一定是要来清汤清汤，牡丹虾清汤。我今天拿了我还行呢。哇，整个的蟹棒。但是该说不说，这个鸡翅很香。看里边正好就没有不好吃的。我天，再露点关。来来来，给他个大生蚝。给你。来一圈蒜，这个海胆肥啊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返璞归真，就吃贵的啊，帝王蟹，哐哐就是嘴，这个钳子比你钳子大。没了没了没了，来吧，兄弟们，就这玩意儿，你说迷糊不迷糊就完了。等会儿的，就吃帝王蟹这一块，咱还真谁都没服过啊。嘎嘎鲜，你好，你好，火干面了吗？没有哪个火能够扛过我们一顿饭，中场休息。小青龙，小青龙，来，老弟拿，还有我是吧 ？OK OK， 走。肉真没多少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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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摊了收摊了收摊了，还没吃饱的他就收摊了呀！妈呀，一个人都没了，你也是吃龙虾？哇，妈呀，菜都炫了、啊、来点茶，刚才人实在太多了啊，我如果喝的话会引来更多人围观，但是必须要敬咱索拉大队啊，来找一个得劲儿，时间消费1074啊，兄弟们，是真的，今天真的感受到了南昌人民的热情。我觉得我们的存在可能就是取悦大家，只要各位老板看得开心、看得愉快就行。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理性投喂、理性围观，是咱不要给身边的人去造成困扰。谢谢大家啊，嘎嘎的！哇，你们这今晚发话喽？哦，你们抢啊，就我们仨，来呀！兄弟们，我觉得在贵阳发现一特神奇的小吃，甚至有点魔幻，这你受得了吗？看什么事儿，找去！我的地盘，这么多人，估计又要排队了啊！10万，来10万，人多。10万啊，10万，十万，十啊，对，当自助搂就完了。这才4碗是吧？哎，再来一方。哎呀，这板正啊！我再端去啊！齐了，齐了，齐了！简简单单就是一趟、啊，兄弟们。
哇塞，一碗面能做成这个样子，它为什么神奇知道吗？它叫湖南面，顾名思义是湖南的面，但它确确实实是成了贵州的一个特别特色的一个小吃。没错，我说的对不对，阿姨？对吧？能吃完，能吃完，放心吧啊！阿姨担心我们吃不完，再来十碗，吃完再来十碗。哎呦，哇，这真的啊！就有些东西真的，你自己吃到就是你才能去明白它那个味道。嗯，就它虽然看着是清汤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它的味道是真的很香。三口一碗面，哎，哥们是不是瘦了？吃饭眼睛变大了？跟眼睛有啥关系？瘦了眼睛不就大了吗？你二逼，畜生！哎，看你今儿能搂几碗？我够呛。这辣椒跟咱那边不一样啊，咱那边是那种油辣椒，它这个是那种纯干辣椒粉的感觉。来点试一下，哎，该说不说，放点辣椒，感觉更有食欲了啊。你也吃辣椒吗？我不吃。要是吃，开着呢，在那换。这人真坏啊！给你这人真坏。我靠，好辣！还是这个适合我。嗯，啊，我的妈呀，真的好吃啊！哇，你们这鸡丸干巴喽！含怕了，不好吃哦。含怕了，啥叫含怕了？别放凉了是吧？等人来了都叫。人来了，人都来了，就我们，就我们仨，就我们仨。我你们抢。哦，就我们仨。来呀！一家一家八十个，我是八。嗯。嗯。接上。嗯。嗯，吃面不吃饭，香一少一半啊！哈哈，嗯，来我转，小味更得劲了，慢慢行动，这个连汤都干完了。准确的是，我喝了一半，面喝了一半，吃完了，完了。夹个管子，走一下，走了走了，啊，吃完赶紧走。是，哎对了，干完了啊。